Пойдем. Yeah. 路过我们村的亲朋好友，赶紧来买桃、买西瓜，这里什么都有。看下大龙家的桃，卖的还有这一点了。还有大西瓜，看到没有？还有枣树梨，这都是刚摘的西瓜。这个就是漏好的面鱼，起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，今天我们继续吃一个江水酸菜面鱼，倒入我们天水正宗江水酸菜，锅把出锅，油热了以后加入葱叶爆香一下。吃江水面要炒一个，我们的习惯是炒一个韭菜和土豆颗粒，增加它的绿色。起锅继续加入新鲜的胡麻油，